蔡康永重现经典造型，亮相上海参加摄影展，即将告别康熙来了。不止在台湾观众觉得可惜，大陆媒体也紧追着这个话题不放。这个不是我意料中的事，因为当时一直有明示或者暗示小 S， 即使我不做了，他还是可以找他喜欢的人搭档，然后他也可以自己考虑挑大梁。蔡康永表示，他没想到小 S 会同进退，忍痛挥别主持了12年的节目。蔡康永也承诺，两人将有新的力作满足观众。现在正在写电影剧本，然后预计明年中拍摄，那在这段时间会专注的弄电影的事情，然后写好之后就会开始跟小 S， 主场的讨论，然后让他熟悉这个人物的性格。我想多了解你一点。难道今天剧情是小 S 50度会？先前小 S 也曾挑战过为电影内心戏十足的表演方式，笑翻一票粉丝，也看得出他实在很有表演欲。这回将在蔡康永的电影中挑大梁，两人要用绝佳默契转战大荧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